啊，录一个神曲儿，宝贝们，请欢迎转发。哎。是别的咱不说，咱说一说武松打虎五二哥。嘿，话说那么一天儿啊，是武松抄家伙，直奔景阳冈，他心里乐呵呵。要说打虎，嘿，还是武二哥，打了虎出了名，天下传说。可没走几里路啊，心里暗琢磨，这山上的老虎他到底多大个，他是公还是母，他是高还是错，是一个是两个还是一大窝。一个还好办，我能跟他比划，要是上来七八个我可打不过。他转身刚要走啊，心里又琢磨，这县太爷为打虎办了好几桌，又吃饭又喝酒还给我唱歌，带红花骑大马送我上山坡。这样回去这我可怎么说，那我说我感冒，这我说我咳嗽，我说我有请假条，我歇两天再说。县太爷说了这话真说我念做，这众百姓听了我这面子往哪儿搁，拜拜抛个屁呀。我还得爬山上，我还得去拼搏，这大锁户出了名儿我可了不得，最起码跟歪歪大腕平起又平坐。什么叫陶瓷剑呐，那个是兵哥，这 CC 天使电了我天天地流火。这刚要把山上，这心里暗琢磨，这万一出点事儿，这可了不得。这老虎要脚背儿，它咬我嘎吱我，那我要羊羊肉，哎呀咯咯乐。这咬我后脑勺，是我可不能活。这把我咬上了，这全家数落我。耶，谁让你逞能啊？是谁让你这么做？你想唱大腕儿，你想点别的辙，你死也不能死，是活也不能活。你成这么样，你算找谁的？武松当时心情啊，这当时不好说，就跟我来拜拜唱歌。我看差不多了，这武松一看表呀，时间快到了。这想了半天怎么着，我赶快把酒喝。喝酒了。